世界品，啊，藏海安布庄严，寄诵的啊，总结的寄诵，第二首啊，看起，摩尼吐云无有尽，受法佛影于中现，神通变化弥湛停。 一切菩萨闲来集。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在圆满信德当中啊。 去学习啊，怎样恢复现得的大用？这是我们学佛的真正目的之所在。 是出是法，确实如今所说、啊、神通变化了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这个道理啊，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 信德的随心应量啊，就像普贤菩萨所说的啊，随喜功德，恒顺众生啊。那么这里面讲的众生，包括十法界啊，众生有意。也。 性得无心呐、啊，无心才能够顺应这里面有很深的理所以祝福如来、化身菩萨。 证得圆满的佛果，啊，就是圆满的知觉，自自然然能够恒生一切众生，一切菩萨先来集。 菩萨是在学习的地位呀，这个地方讲的，都到华藏世界来集会啊，来集会为什么呢？为的是听毗卢遮那如来的教诲。 大众同学互相切磋中。啊！实际上，做这些形象，都是一种善巧方便，给我们初学人做榜样啊！ 菩萨哪里要真的能，来机会呢？没有这个必要啊。菩萨平常往来，给诸位说，都是用心灵感应呐、啊，没有来取 没有长段的，不长不断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啊，就像我们现在在摄影棚里面，啊，面对着这个摄像机，在荧幕的前面，我们能够看到。 远方的世界啊，他们那边呢也能看到我。我们彼此天天见面，天天交往，有没有来去呢？没有来去啊。我们今天是用科学工具。 诸佛菩萨呢，不需要用这些工具啊，这是他们的高明处啊。我们现在还达不到他的境界。科学技术。 有待提升呐、啊，这个提升，呃，有问题。啊，到心灵感应的时候啊，这些工具通通用不上了，变成累赘了。 要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啊无障碍啊一切都无障碍？佛在《大乘经》上告诉我们：障碍从哪里来的，我们要知道；障碍要怎样消除，我们也要知道。 然后才能够契入佛菩萨的境界啊！那么这个地方的表法，一切菩萨先来集啊，在九法界里面呢，这是很有必要的啊！大家共同在一起学习，切磋琢磨。 在佛法的制度里面，世尊当年在世，每年这个夏天三个月，啊，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这三个月了，是属于雨季。 出门很不方便呐、啊，所以在这一段期间，师尊呢就定下安居的制度，啊，这个常年在外面教化众生这些学生，在这个时候呢都回来，回到佛陀的身边。 接受佛陀的再教育啊，每一年呢，自己有三个月的时间，现在人讲的进修教育，要把自己的境界往上提升啊，相安居圆满了，再回到个人。 有缘的地区去帮助众生，啊，去教化众生呐、啊，自行化他了，两方面呢都兼顾到了，这个制度很好、啊。 那么一直到现代，有很多寺院呢，还举行借下安居，但是意义跟从前不一样啊，如果我们的下安居啊，确确实实是在做进修教育。 那是好的出家人活到老，学到老啊！讲经教学永远没有中断呢。这是这个行业啊，多元文化的教学工作。 我们要把它担负起来，啊，要尽心尽力把它做好，这个是对社会的贡献呐、啊，特别是在现前这个时代，啊，化解冲突，促进和平，啊，务必。 让人人都觉悟到，人与人之间应当和睦相处、平等对待、互助合作。啊，过去所犯的错误。 已经过去了，啊，错误当中所有一切不愉快的事情，应当把它忘掉，啊、不能再有丝毫报复的念头，啊，为什么呢？ 冤冤相报啊，没完没了，彼此都痛苦啊，没有赢家了啊，两面都输啊，不是双赢啊，我们一定要把事实真相。 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啊，纯客观的立场来看待问题，不是不能解决，啊，需要有人引导，啊，圣贤人都在引导我们呢、啊。 很可惜的，我们跟圣贤脱了节现在必须把脱节了重新再挂钩啊，在连接上、啊。 不能否定呢古圣先贤的教诲啊，他们的教诲，用今天人的话来说是真理。啊，何以见得他是真理呢？他用的是真心，没有私心呢。 无我无私啊！啊，念念、啊、为社会、为众生，这个心是真心啊！真心所见到的理是真理。 真心所见到的事是实相啊！啊，那我们凡夫跟他不一样的，凡夫齐心动念，自私自利啊，为自己，为家庭，为这个小团体。 所以，我们的思想见解都局限在一个小范围里面，见不到外面的大世界呀、啊。所以，往往有许许多多的事理，我们看错了，想错了，于是就做错了。 还自以为是，这才造成许许多多,多无谓的苦难呢！啊，我们不能够不觉悟啊！一切菩萨来集啊，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 人与人之间要往来呀、啊，要常常在一起聚会呀、啊，常常往来，常常聚集，常常交流，许许多多误会就消除了。啊，古往今来，很多冲突。 本来什么事都没有啊，就是因为缺少沟通，缺少往来啊，彼此猜疑，愈猜愈我、啊。真的叫、啊、无事生非呀！啊，小到两个人不和。 大到两个国家发生战争，啊，说在说呢，缺少往来。第一次大战，距离第二次大战呢二十二十年了。二次大战到今天。 半个多世纪了，第三次世界大战没爆发，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啊，得力于现在的高科技的资讯，彼此之间呢？ 沟通方便了啊，由于交通的便捷，啊、访问呢、啊、方便，彼此互相访问，互相观摩，这都了解了、啊、所以。 谁都不愿意发动战争啊！每一个人都知道，发动一次战争，多少众生牺牲了生命财产，因果责任可怕了。 纵然不相信因果，不相信轮回，他也觉得这一生当中杀人太多，晚年呢、啊，身心不安呐、啊，确确实实后悔呀、啊。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，做错事了。 我遇到许多从事于军职的啊，这里头有将军啊，有中下级的这个军官，我见得很多啊。即使是将军，在他。 晚年啊，老死的时候，我看到他们忏悔啊，他们要我教他念佛，问我要念珠啊，那么这些。 谚语里面讲啊，良心发现呐，啊，他是个好人呐、啊。晚年他觉悟了，啊，晚年时候晓得一生都过去了，想想这一生，啊，在这个世界所造种种业。 获得了什么？名闻利养、权力地位啊，一切财富，到头来一场空啊，一样都带不走啊！啊，所以到晚年的时候啊。 觉悟的人很多啊！古人所谓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”呐，这个时候良心发心，说真心话。 知道自己呀一生做错事情后悔莫及啊！劝导后人啊，不要学他这个样子。但是这些后学的年轻人，几个人能懂呢？ 几个人能体会到呢？啊，为什么他正在迷惑颠倒的时候，很难唤醒呐、啊？啊，只有一类善根福德因缘深厚的人，看到这个现象，听到这些话，心里面。 有所警觉，啊，这样的人不是没有，少之又少啊！在佛法里面称之为呀，根性利的人啊，所以我们读这首偈颂。啊，在他的书生得用当中。 我们知道，这个集会非常重要。啊，那么现在就是互相的访问交流，啊，能够化解许许多多的误会、争执。 这是应当重视的朋友与朋友之间也要常常往来啊，友情才能够增长啊！我们学佛的同学我们要增长的还不是友情。 道情啊，在道业上啊，互相勉励，互相啊提升彼此的境界啊，这样的机会，这样的交流是有益的啊，所以。 我们今天在昆士兰啊，有两个道场啊，一个晋中学院，一个晋中学会啊。我们对这两个道场的期望，希望一切菩萨。 云来几呀？啊，啊学院，大家在一起学习教义。 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担负起教学的任务啊！这属于解门呐。学会是属于行门啊。我们都是属于经中。 学会修行的模式，我们完全采取印光大师往年在龙岩山的衣规，常年佛七啊，常年念佛的人。 我们欢迎呐、啊，我们供养啊，在这个念佛堂啊，认真努力的来修行、啊、一句佛号念到底、啊、这个念佛堂没有奖金。 没有发挥，没有精禅服丝啊，二十四小时念佛不中断，念累了呢，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再念。我们的目的。 求功夫成片，一心不乱啊！信愿念佛，求生净土。一个生净土，这一个人就成佛了啊！两个生净土，两个人成佛了。 啊，我们希望有出家的菩萨，法行到这个道场来临众、啊、人数啊不拘多少啊。我们在《西方确指》里面看到，觉明妙行菩萨啊，他们只有十二个人。 个过成就啊！啊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我们要真干呐、啊！这个学会。 昨天，所有干部，我们在一起集会。我们重新改组，啊，认真的把它带上轨道。啊，希望这个地方。 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、当生成佛的一个大成啊！这样子做，我们对得起释迦牟尼佛，对得起历代祖师，啊，对得起一切护持。 道场的护法善心啊，我们会做到了心安理得了啊。学院那边培养弘法人才啊，戒心相应、啊，对外面来的。 同参道友们啊，外面到这边来观摩、来学习，时间短啊，所以我们每年四季啊，特别有佛旗法会山上这个学院有。 佛学讲座啊，每一季我们办一次啊，春夏秋冬我们就办四次，一次七十天、啊，十个期、啊。圆满了。七在佛法也是代表圆满，十也是代表圆满啊。你看《弥陀经》上用七表圆满，《华严经》上用十。 表演吧。嘛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个集会呢，定七十天。啊，这个这个集会欢迎大家都来参学、啊，啊，因为我们道场不大，啊，这个宿舍容量。 有些，所以人数都定在四十八个人。啊，念佛堂也是四十八个人。这个呃，学院里面的呃，外面来修学的同学，我们也定四十八个人。啊，如果报名人数多了，我们就推到下一届。啊，每一年呢有四届。 我们常年的办下去，将来人数多了，我们相信佛菩萨会加持，啊，会保佑，啊，我们这个道场、念佛堂或者是呃这个宿舍，慢慢在扩充。 我们现在能容多少，我们就接受多少，一定认真努力的真干了啊，成就自己，成就有缘的同学。再看下面第三首。 一切摩尼也佛音，其音美妙不思议，贫罗颠那悉所行，于此宝内很稳健。摩尼是如意宝啊。” 一切模拟都言佛音，诸位在这里看这个“言”字啊，这个“言”字啊，这一首偈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字，它不是唱佛音呐、啊。 不是说福音呐、啊，也呢？言是表演呐。啊，一切模拟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六尘。眼见的是，耳闻的声，啊，鼻嗅的香，舌尝的味。 啊，胜出一枝。这一句话呢，是讲的六成说法了，哪里会有中断呢？啊，这不是前面所说的神通变化了，弥战停了、啊，从来没有听过。 吸引美妙不思议，这个话是真的。六尘表法，你要是真正觉察到了，真正看出来了，啊，体会得了，那这个里头的境界奇妙无穷。 不可思议啊！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啊，在哪里学呢？华严经上学。 不在华严经上啊，那、啊、真正很难体会得到。啊，到了华严，在华严经上真的有了心得。啊，你六根接触外面境界。 这一切法中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,法，法法皆如啊，法法皆是啊，然后才真正能够。 觉察到，原来我自己是圆圆满满生活在一切祝福怀抱之中，你就想到这是多么幸福，多么圆满，啊，多么不可思议啊。 眼见的这些花草树木，啊，我们不必出去，就在我们学院的前后庭院，啊，你看到树了，这个经上讲的树，啊，是什么意思？想想世尊在华严经上。 给我们开示的，我们见到树就觉悟了。树有许许多多的品种，代表一切众生在这个世间，在这个社会。 各种不同的行业，各种不同的建树啊！我们今天选择的是佛菩萨这个行业啊，这个行业表什么呢？ 表道德了，表自觉，表善行啊！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建树呢？有没有树立我们的道德？ 有没有建树我们的德行、善意？这个庭院里面，我在前后。 都中了竹子，啊，猪在中国古大德都看看作清高啊。啊，竹你看有一阶一阶的，啊，这个阶就是分寸呐、啊。 出事待人接物啊，言语造作啊，都要有分寸，不能过分了、啊，也不能不及，恰到好处。他表这个意思啊，啊外面有啊。 当中是空的，竹子的心是空的，这表法的意趣很圆满呐！啊，外面现高洁的这个形象，心里面清净极灭。 越罚不利啊！清净心、啊、心要空，心要虚啊，谦虚。外表是谦的，里面是虚啊，虚心的。 哪一样东西不是在表达呢？哪一样东西不是在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呢？就在庭院里面呢，你就看到一切摩尼眼佛音呢、啊。 其因美妙不思议，贫罗真纳悉所行啊，贫罗真纳佛、啊，没有成佛之前，他也是凡夫啊，跟我们一样啊，他在。 无量界中，修行成就了啊！习时忘习啊，他成就了啊！怎么成就的？怎么样修成的？ 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学习啊，皮诺占那佛所修、所行。 所成就的，都在这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、华严经上》上这概述、细说，就是一大藏教啊，所以《大藏经》。 确实，开军有益啊！无论哪一部剧，你展开，没有不得利利益的啊！你展军。 决定不会叫你空过的，这是美妙不思议啊！功德不思议、啊，殊胜不思议、啊，一切模拟就是。 夜夜发中，无疑不是大圆满。一片树叶，一株小草，一粒微尘。 都是圆满的，为什么呢？称心，它是自信所现的、啊、唯心所现的，那个心就是本性呐、啊，真心呐、啊，本性所现的、啊。 信是圆满的，本来圆满，从来没有丝毫欠缺过。啊，于此宝内恒闻见，此宝就是指的一切法一切法，一夜。 法法内都能见到啊！那么我们今天见不到，见不到的原因是有障碍啊！就在你面前，你就见不到啊！我们凡夫哪里晓得六尘说法呢？ 如果你真的能够体会到六成说法，我们现前境界跟华藏有什么差别？跟极乐有什么差别啊，毗卢遮那佛、阿弥陀佛还不就在我们面前吗？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 真在面前，你见不到，你有业障啊！这个业障，你的业障碍了你，叫做业障。啊，你的业是什么业呢？你的业是善恶业，你的业是染业。啊，恶业障碍你。 善业也障碍你，为什么不清净嘛？啊，所以诸佛菩萨他们的一切活动造作，这世尊在经上不得已说一个净业。 为了对我们说法方便起见，显示我们凡夫啊造的是染业，染污啊，染污,染污那就是障碍呀、啊。啊，佛菩萨造的业清净，清净就没有障碍。啊，那再跟诸位说，敬业跟染业差别在哪里？ 相上啊，形象上没有差别。那个用心上啊，不一样我们看佛菩萨的造作啊，就是看华严经末后五十三参啊，这五十三位。 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啊,啊！他们实现的法身菩萨，你看有善也有恶、啊、所以在四想上没有差别了，里面不一样里面是凡夫，无论做善做恶。 他总是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连在一起，这就然了啊！被什么染了呢？被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染污了。那佛菩萨呢？佛菩萨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所以叫静啊。 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什么呢？学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啊，不落印象，高啊，啊，这是本事。啊。 那如果要有人问，这个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落印象，这还能办事吗？跟诸位说，无论办什么事，办的比一般世间人办的圆满、啊、而且在办事当中呢，没有过失。 那么凡人办事过失从哪里？过失都是从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里头生的嘛。没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哪有过失？啊，跟诸说，没有过失啊，也没有功，无功也无过啊。你要细细、啊、去想一想这句话。啊，功过两边都没有。 清净心现前，自信流露啊！啊，于此宝内很文件呐、啊。我们接着再看寄送的第四首：清净光明遍照尊，庄严具众界现也。 变化分身众围绕，一切刹海行周遍。第一句是说的祝福如来。 那么，下意上来讲呢，这一句就是讲的本思“本斯皮诺遮那佛”啊，毗卢那是梵语，它的意思是光明遍照。 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清净光明遍照人，就是指的华藏世界的教主啊，皮诺加那如来 <coughs>。名号的含义，我们一定要懂。 清净是德了，光明是慧如果用界定慧三学来配呢，清净是界定，光明。 是智慧啊，界定会三学圆满了，辩照啊是讲其用、啊、佛一，界定会三学平等教化。 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这叫变照啊！庄严句中皆现影，这句话重要了。我们能不能在一切？ 庄严剧里面见到清净光明遍照，哪些叫庄严剧呢？啊，我们在前面。 经文教诲里面体会到啊，六根所接触的一切境界啊，一切境界当中，业业法无疑。 不是自信的庄严呐、啊！无有一法不具足，清净光明遍照。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吗？能够体会得出来吗？ 做了华严，我们才真正有少许认知。夜夜发中，一根小草，一片树叶，一粒微尘。 细心去观察，通通具足了万德庄严。这个佛法真的叫平等法了啊！真的叫清净法了啊！清净平等。 在夜夜法里面，我们见到啊，夜夜法无一不是自信圆满的流露，难怪宗门大德啊，大彻大悟之后。 去参礼老师啊，老师来测测验他，看他是不是真的觉悟了啊？这个完全用谈话来测验呢、啊。 佛家讲啊，叫讥风啊，啊，现在人讲的口是啊，啊，问你会吗？啊，你说减性现性在哪里啊？ 学人往往随念一发。啊，举出来，老师点点头，给他认可，啊，他考试及格了，通过了，发发圆融。 法法具足啊！啊，我们要问运用的是什么？具足的是什么？那么我们现在多花眼睛我们可以讲法法具足大放光，法法具足佛法也。 大方广佛化音是宇宙的总名称呐、啊，一微尘是小宇宙，虚空法界是大宇宙，大小不二啊。前面经文我们读了。 不少句啊，夜夜未成中。都有世界还未成熟的世界，他怎么不圆满呢、啊？他怎么不具足呢？啊，他一点一滴都不缺乏。 这个境界，在《华严经》里面讲啊，称之为呀、啊，不思议解脱境界”。我们在前面读过“普贤能如”啊，啊，这个一大段经文都是普贤菩萨说的，明明就在我们眼前。 为什么我们不能觉悟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其如啊，这个答案，清凉大师在这部经里面，啊，大段落为我们指出信。 结行正啊，如是正呢？我们只不能正德啊。那前面这三条我们没有落实啊。第一个是信。 佛在经上说的这些境界，我们有没有怀疑？啊，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？啊，真心难、啊。啊，理解之后啊，这才真信啊。如果我对这个一无所知，我这个信。 怎么能生得起来？啊，结了以后，你有没有做到？如果没有做到，你怎么能起如呢？啊，你怎么能证呢？啊，做是什么？通过实验。 然后证明了啊！那我们要问，佛在这个经上叫我们持戒，持戒我们有没有做到？佛在这个经上叫我们修定，啊，修定我们有没有做到？ 不做如何能证实，如何能切入？啊，你切入少分，有少分相应；换一句话说，戒行呢、啊，你有少分的功夫啊。你有多分的功夫呢？那你就有多分的切入。 其如里头分等级啊，大分四十一个阶级啊，我们常讲啊，四十一位发生大事，这是大分呐、啊。每一位里面，这个程度高下差别很多啊，啊，绝对不是说。 初住菩萨跟初住菩萨都相等了，啊，大的是相等，细分不相等。好像我们在学校念书，啊，一年级的学生，啊，有几十个人呢，都念一年级啊，大的分呢相等，他们都是一年级学生，考试起来还有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、第四名。 不等呢，没有一个是相等的啊！菩萨戒位也，一佛如是啊，没有完全相等啊，各个境界不相同，我们一定要知道。 我们自己挣得什么样的地位，完全在自己行门上的功夫啊！啊，功夫说老实话，最困难的是第一步，是处是法，凡事齐步难呐、啊。 这一关真的是很难突破啊！突破破，你永远是凡夫也、啊、为什么突破破呢？没有办法放下自己、啊、这个身身体啊，总是执着身体生活。 我放不下了，我这一关不能突破啊！这个是一切凡夫不管修学哪个法门，你不能欺辱的头一关啊！《金刚经》一开端就提出这个问题。 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我早年以为呀，佛说这个话，啊，这个标准是化身菩萨了。 以后渐渐懂得多一些了，才晓得不是的。啊，那佛说这个究竟是哪个标准呢？可以说是观行为的菩萨了。 是对我们反复说的、啊。那我们要怎样把四想淡化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一定要放下分别执着。 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我再也不放在心上了。我不执着了，我也不分别了。身在这个世间，一切随缘，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 这样啊，才把四想淡化了。四想没断呢，你修学的功夫就得利了，你的境界就转了、啊。头一个转境界，我常说的，相貌转了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没转的时候，你这个相貌，业障相啊。业障消了之后啊，你的相啊，菩萨相啊，嘿，不一样了。啊，自自然然。 让别人看了之后啊，啊，感觉到你清净庄严啊，看到你清净慈悲。 啊，那么接着呢？你的体质转变了，除非你有意实现，啊，你有目的实现，你要度哪一类众生、啊？否则的话，这个体质转变了。 多病，转变成健康；啊，多烦恼，转变成智慧；啊，昏沉掉举。 转变成禅定啊！这个是修学初步的功夫啊！都是经上讲的庄严具中啊，借 现银呢？啊，就是清净光明遍照啊！啊，首先是自己觉悟了，一觉悟之后，啊，自己感受到。 信德的清净光明，自己的身心跟信德融成一体了，那就叫做正啊！啊，我们。 谈不到很深的证，前证前证的受用就不可思议了啊，就非常殊胜了。学佛的人在这个境界不能够自满，哎，觉得就不错了，好了，你的功夫就只在这里，不能再往上提升了，这是错误。 一定要知道，啊，我的功夫很浅，啊，才得一个小小的清安自在，啊，法喜充满，啊，往上的层次高就高来了，啊，于是怎么样，更谦虚。 出师待人皆无啊，更是悲下，没有丝毫骄慢的念头，没有丝毫骄慢的习气，你就不断向上提升。 这才是好境界。稍稍有一点得意了，哎呀，觉得我很不错了，别人都不如我了，镇上慢起来了。你就遇又遇到障碍了。菩提道很长啊，沿途障碍很多啊。 只要有一点点习气毛病犯了，都会造成严重障碍。啊，小则不能够提升，啊，那个大的障碍了会让你退转，甚至于让你堕落。啊，正因为这么一个事实。 所以，菩萨修行成佛，要经历无量劫道理就在此地。假如直进不退，那就像善财表演的一样，一生当中圆满成就了啊。我们看到善财没退转。 没多了吉祥云比丘代表初珠。海云代表二柱，妙柱比丘代表三柱，他一步一步往上升呐、啊，到普贤菩萨真的 究竟圆满的佛果，一生成就啊！没有别的，就在不退呀、啊。这是我们要学的啊！要想学不退呢，那就是事出世间一切法。 一丝毫都不能够染着，你要能放下啊，像我们上楼一样啊，上了一层，在这一层参观浏览一下，停了。 这栋楼房有二十层，每一层都停，每一层都参观。你从一楼到顶楼，你要费多长时间？几个小时啊！啊，如果不停呢，一直上去呢？ 几个小时变成了几十分钟了。啊，二十层楼你要是登上去，啊，有十五分钟大概差不多就够了。啊，所以。 怕的是停呐、啊，啊，战战都停，那就很麻烦了。啊，善财童子的高明不停，啊，真的是给我们示现出勇猛精进的样子，那个形象啊。 一个接着一个参访，没有休息的，啊、变化分身众围绕，身是讲的体相。 啊，我们人这个相，啊，这叫人身呐、啊；啊，树这个相、啊，树身呐、啊；啊，山的相，山的身呐、啊啊；花的相，花的身呐、啊；桌子的相是桌子的身呐、啊。 变化分身呐，这一切现象啊，佛经里面常常用六尘的思想啊，六尘现象全部都包括进来。 这是变化所作，为时所现呐。众是众多，数不尽呐、啊，围绕在我们的周边。 上下释方啊,啊！只有觉悟的人，他清楚，他明了，啊，他得受用啊！啊，所以这个觉跟迷。这个 这两个字的意思，在这个地方就非常的明显了。啊，我们凡夫确实是迷而不觉啊！啊，回过头看看这个诸大菩萨，他们觉而不迷啊！他们每天。 时时刻刻，从来没有间断。真的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！这八个字，那他们才是满分呐、啊！他接受什么熏修呢？大放光佛华严的熏修。 一切刹海闲周遍啊，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常讲的：一切时、一切出，一切境缘当中，都是清净光明遍照尊。 变化分身终归绕，到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觉察到，能够意识到，啊，能够接受少分？ 学习过程必然先从少分、啊、然后再进步到多分、啊、最后达到满分啊,啊，那么现在我们还是茫然无知，那你就晓得自己烦恼习气太重了。 怎么办呢？这个经多读多听，常常听，时时刻刻听，听久了啊，哎，你就醒悟过来了，你的六根呢放光了。 大乘经山常讲啊，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，这放光动地是怎么说呢？放光是明了了，动地是警觉了，悟了啊，不是真的地动了啊，动地是比喻警觉，表法嘛，表警觉。 放光表明了，哎，不迷了。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呢，看出门道了。啊，隐喻所谓啊，内行的看门道，外行的看热闹。 啊，外行迷而不觉啊，啊，他看热闹；啊，内行觉而不迷，看门道。啊，门道。总的来说，姓象、理四，因果。哦，这是门道啊！啊，在夜夜法当中。 你能够啊，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啊，去切入，嗯，妙不可言呐、啊！啊，这样才渐渐体会到啊，是不思议解脱境界。那我们慢慢就迎入门了。 入门之后，你才晓得，哎，什么叫做圆满？啊，从圆满里面体会到大圆满、究竟圆满。底下有一首机借书幸运。 所有化佛皆如幻，求其来处不可得。一佛境界为神力，一切差中如世界。清凉大师注解虽然只有四个字，注得好。 这个意思是说，你怎么能入境界呢？啊，你是凡夫啊！啊你怎么能入华严境界？嗯，机子上告诉我们了、啊，佛力加持啊！如果得不到佛力加持，确实我们没有法子入境界。 啊，我们看这一首的经文啊，所有化佛皆如幻、啊，求其来处不可得。这个画佛无量无边呐、啊。 画佛指的是什么？要知道，这个地方指的是六尘境界。啊，画就是前面讲的变化，啊，佛就是前面讲的分身，啊，中为绕。 为什么说六尘境界都是化佛呢？六尘境界，夜夜法中，都具足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性德。啊，佛识性德，佛识自性本具般若智慧。 所以，什么时候你豁然觉悟到了大地众生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，你就入佛境界了。啊，要记住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。 你才入得了境界呀！啊，有情众生皆有佛性，啊，他修行正果成佛，我们一般人没有疑惑啊，无情众生，他怎么能成佛？啊，为什么他不能修啊？ 他不能修，他怎么能成？啊，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怎么想都想不通啊！啊，佛在经商告诉我们：有钱成佛。 你自己成佛了。经上不是常讲吗？医报随着正报转嘛，那个医报是无情的，无情的医报随着正报转呐、啊，正报成佛了，医报也成佛了。啊，哪有自己这个正报成佛？ 你的环境不成佛的道理啊，那这个易报随着正报转这个话就讲不通了，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句话也得推翻了，这个道理很深呐、啊。 为什么他跟着转？这底下三个字重要，皆如幻呐、啊！啊，所以他从心想生呐，他随着珍宝转呐、啊，啊，他不是真有啊，幻有。 所以，佛在般若经上讲：一切法无所有，一切法比净空，一切法不可得。啊，这个前面两句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吗？啊，所有化佛皆如幻，啊，化佛都如幻了，哪一样不如幻呢？ 那不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吗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、啊、画佛也在其中啊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画佛也不例外呀、啊。求其来处不可得啊！现在这个世间有许多科学家。 哲学家在探索、啊、宇宙万物的起源啊，来处就是起源了能不能找得到呢？找不到。啊，虽然各有各的说法，我们看到他们研究的报告。 啊，出的书籍、杂志很多很多啊！讲的是不是事实真相呢？不是啊，是他自己在猜测，是他自己在理想啊！恒古以来，多少人在研究。 多少种的说法，找不到一种能令人感到非常满意啊！佛在此地跟我们说真话了真相要怎样才能得到呢？ 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真相就在先前呐！真相不是不能知啊，是你错了方向啊！你用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去探索真相，真相永远不能现前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真相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的，再用妄想分别执着去找它的根源，那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不找就现前了。啊，你想找，那是个妄念，是个妄想。 忘决定不能得忘的真相啊，用真你就见到忘的真相了啊。佛用的方法是正确的啊。佛用什么方法呢？佛用定慧，见到了。 深深的沉定，突破了所有的障碍。啊，这些障碍里头，包括现在科学家所说的不同维次的空间，通通突破，真相大白。 他们见到真相了，有没有办法说出来给我们听听呢？说不出。所以古德有一句话形容：“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” 没有办法说出的啊，那么世尊在这部经上、啊，没有法子说出，他也为我们说出了、啊、这个是圆满智慧、高度的艺术啊，啊，就是技巧啊，高度的技巧。 不可说，哎，他也说出来了啊！所以说出来了，真的不好懂，所以马明菩萨教我们啊，怎么样去读佛经？怎么样去？ 听讲经呢，要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。这个立呀、啊，就是不分别、不执着，没有妄想啊！啊，真正做到。 没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你去读经、听经，你才能够啊见到如来所说的真实意，啊。《开经记》里面讲啊，愿解如来真实意啊。你只要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在，哪怕就一有一点点，你都没有办法体会到。 如来真实意，啊！你要真正体会到如来真实意，妄想分别执着要放下了啊！这个东西不放下不行啊 为什么要放下？因为它毕竟空，因为它不可得，求其来处不可得。啊，从不可得里面，你才真正看出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是什么呢？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长不断，不一不易中观论上讲的。 八不啊！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凡是幸福，随顺佛陀教诲，依教奉行，哎，你很容易啊。 真的，你要随顺你自己的烦恼习气，随顺自己意思，哦，那就难了。佛在经上教导我们：没有真的阿罗汉果之前，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。 自己意思是什么呢？是妄想分别之处。你用这个东西，你怎么能够见到宇宙人生真相？啊，你怎么能见到你自己？啊，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啊，宇宙人生真相。 就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为什么见不到？因为这个这个幻象啊，就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变现的啊！我们一般人这个讲凡夫啊。 不了解事实真相，误以为真在这个里面又起了妄想分别之主。这个事情麻烦了啊！所以无量借来啊，越迷越深呐、啊。 越陷越苦啊，没法子解脱、啊。佛真的是大慈大悲呀，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们。果然觉悟了，彻底放下了，真相大白了。所以这是。 以佛境界为神力了，这是佛在这里加持我们了。佛讲这部经，这部经完全是他老人家自己亲证的境界。啊、换一句话说，佛在这个世界看到什么呢？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就是的。啊，他的六根观感。 跟我们确实不一样啊！他是用清净光明遍照啊，我们是用染污啊，是用自己的烦恼习气。 到处攀缘呐、啊，他是变照，我们是变缘呐、啊。啊，这个缘就是攀缘，所以处处成长啊，这个路走不通啊。啊，不得佛的为神加持，我们没有出路。 一切法中如是见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